讲第二个话题啦，赔咗600万嘅话题，哇！呢、這个话题真系开心开心。咁啊，为咗嗱、啊，又系睇到啲专家戆鸠鸠啦，呢、這个孔繁毅系啊，我需要啊，前面我会改图整一个字喺度嘅，无法排除与疫苗接种无关啊，呢、這个系佢嘅字眼。咁啊，睇多一啲文汇大公嘅报道啦，系。咁啊，本港而家要接种咧1645万剂，哇，1600多千几剂。咁啊，出现异常现象嘅保障基金啦，设立新冠疫苗后未为打针后未能预见嘅严重事件啊，提供合资嘅人即时嘅财政援助，冇援助过啦。咁一名66岁女子去完7年接种伏必泰后，16日瓜咗离世。专家其后认为事件接疫苗接种有时间联系，系16日，其实多个啊74咗，2个礼拜后咯，嗱留意个日期啊，但系唔能够确定死亡同打疫苗有冇因果关系，嗱因果关系，咁我早个礼拜 cause and effect 啊嘛，大家知啦，西方嘅逻辑咧，医学嘅逻辑同法律嘅逻辑都系两件事，你必须有因果关系，咁咧。而成日又喺度玩因果咧，就係啲專家，啲專家話冇因果關係，咁就冇啦。係而家咧開始有啦。點解啲專家係咪良心發現咧？孔繁毅等人咧，我講你聽唔係，我講你聽唔係。點解咧？點解而家肯咧？好簡單嘅啫，外國開始有報告啊，有成出啊嘛。即係呢啲就係、是、我嗱，如果我喺香港，你係死者家人，我向佢傾。佢唔理我，我咪攞外国啲报告，然后我去法庭。咁我只要拎国际嘅专家报告，各样有个有啲迹象，有咩影响，咁自然可以咪请专家，自然有医学专家出嚟讲有关系啊咁样。咁啊唔系你孔繁毅话你要说了算数噶嘛。所以佢明嘅，基本上咧佢系真系专家嘛。佢只要时间一耐咧，开始外国嗰啲案例出咧。索偿案例啊，香港都会有好多索偿案例，因为香港有外国系有 biotech 噶嘛，系咪？有人打噶嘛，总有人因此而赔偿啦，要咩噶？佢个情况系点咧？我睇呢个咁嘅情况咧，似啊，即系咧佢知道呢个咧，如果打到官司咧，系可以攞得到赔偿嘅，所以就自己赔，费事啦，系咪先？好多医疗嗰啲，好多医学嗰啲。索偿呢通常是会咁嘅，你搵专家我又搵专家，即係索偿嗰个搵专家，两边都搵专家，然后大家咁上下讲数，一人就啲咁。我费事真係打，唔使个官去决定。大家都明啊，行家都明啊，唔会完全冇关系㗎嘛，行家明嘅。啊大家如果你有打过呢啲官司好，你识律师好，专长打 litigation 官司 ,medical litigation 官司，你问下佢就明㗎啦。大家好多嘢你大家找专家出嚟抛对方，抛咁上下，诶，唔好啦，大家一人睇得补啦，咁啲律师最着数吧，通常唔使真系打，唔使面对输赢嘅问题，但系两边都收律师费。好啦，最近资料咧，食卫局最近就该个案批出200万，差唔多最多噶咯，好似系成为手中接种死亡疫苗接种死亡获保障嘅个案。嗱呢、這个。大家要认真留意呢单新闻，因为而家系死咗成万人噶嘛，咁呢10000人里面有几多个系心肌炎类似，系打咗伏必泰，系伏必泰多嘅啫。咁咧呢个案例就会成为先例啦。我相信咧，佢开头咪整到10亿嘅，唔奇噶，唔够添啊，分分钟追加添啊。咁我觉得合理嘅，好事合理，系咪？外国已经开始告啦，告到飞甩裤啦，系咪先？香港就唔系靠个政府一嘢照住拆婆留低嘅呢督苏德屎就大啦，系。但系你当你其实好简单，你明白？你外国有咗个人哋索偿成功案例，我都搬佢过嚟，一大堆医学专家俾嘅报告。咁我哋嗰啲专家咧，唔需要自己去做研究，只需要攞啲报告出嚟，将啲相同嘅情况拎出嚟。喂，我攞唔到200万都攞翻100零啦，系咪先？系咪？如果佢系16日，唔系16日，系7日后心肌炎，吓攞足啊，300万都攞足系嘛？阿老嘢少啲嘅，
好啦，咁咧，据去年十二月公布嘅香港新冠疫苗安全检测报告，个案涉及一名内地女子啦，佢七月咧就接种第一剂伏必泰，十六号死亡，解剖咧证实系死于心肌炎，啊，显微镜检查显示死者心脏与有病毒性心肌炎吻合嘅特征，咁即系啦，系嘛？死者亦患有肺炎，系导致死亡嘅重要情况。咁佢系肺炎死定系心肌炎死定系打针死咧？嗱，你又唔使啊！如果你问专家咧，佢猜一轮咁又唔系唔关事咁。其实系有关系，好明显嘅。咁咧有病毒基因喺佢嘅心脏组织，咁啊报告指咧佢冇确定证据显示由疫苗引起。但是由于细小病毒感染是心肌的重要已知的成因，咁专家委员会认为咧吓，即使事件与疫苗接种有时间联系，咁死者的心脏组织系情况出现良分期，可以咧无法确立死者患有心肌炎和疫苗接种有因果关系，咁但系又赔俾佢，系又赔俾佢。所以唔系，即系佢当时讲系初步认为冇关系，所以就误会。咁但系而家咧，似乎咧自己知衰啦，系恐怕系个解释咧比较清楚啦，无法咁都系一个理由。我唔证明到系证明到有关系，不过冇法子排除佢有关系。语言艺术喎，咁因此咧就赔俾佢啦。咁啊，无论如何，我觉得系好事嚟嘅。大家即系应该唔系好事，即系稍为安慰咁啊。我哋都毕竟系法治社会啊，系咪？仲有呢啲嘢啊？咁呢班专家开头啊，俾勇凡毅咁样帮手啊，帮政府政策做咗咁多嘢啊，而家唔好阻住就得啦。算啦，又要承认自己有 knowledge limit， 我当我自己唔识啫吓。咁而家见到外国好多报告出啦，然后嗰啲结果同我哋嗰啲。死咗嗰啲驗過吻合啦，陸陸續續賠俾佢啦，啊！但係問題係點咧？大家有冇諗到啊？只係伏必泰有得賠，因為有外國報告。科興咧，大陸有冇啊？有唔話你聽，唔俾你。大家記唔記得開頭？我哋話發曬，我哋啊，包括我啊，唔好打，好似德國人都係咁講啊。咁啊，佢都可能偏見啊，科興危險啊。引致心脏啊，嗰啲水准唔得啊，咁普遍嚟讲，我哋可以咁讲，质素较差。我咁啊，大家嗱，我又唔好咩啊吓，咁佢你个临床能力好，当时开始话打，叫六十岁以上唔好打噶嘛。不过香港得，咁先冚家铲，插婆真系好嘢。香港啲老嘢照打啦，咁而香港啲老嘢照打，真系照打。旧年嘅事啦，系咪先？啊，科兴啊，六十岁，国内咁啊。之后尾都打啦，即系多啲数据睇到啊，咁样证明系有效，不过亦都证明系引起个心血管个问题较大，系咪？大家都知道，但系引起个副作用又较少，系咁，所以系的确有市场嘅。咁我识嗰啲老嘢咧，啊或者基层嗰啲咧，又叻喎，佢似乎研究过啦，多数系打科兴，因为佢哋觉得。因为佢唔需要听专家讲啊，佢朋友咁样，佢哋嗰啲大数据嚟自临床案例，知道咧科兴系较为冇影响，个反应冇咁大。除咗你有心脏病嗰啲人要小心，咁啊问医生啦，通常系咪？咁你条 friend 危险啊，心脏或者系有时隐疾冇得讲啦，系咪先？咁咧，但系隐疾你唔打可能冇事喎，你知道。病嘅嘢耐咗可能好翻，可能开始运动啊个人，咁个心脏好翻，系血栓喎容易有，咁呢个系需要一个大规模嘅研究，然后证明个因果关系，咁又要证明佢几耐到出现事故啊诸如此类，但系肯定有事故开头，因为开头我哋呢啲就系、是、吓、啊，甚至乎东方啊嗰啲报道出嚟，打咗科兴容易有血栓。咁我哋知噶嘛，去年系嘈得好行噶嘛，开头，所以开头多数系伏必泰噶嘛，后屘咧就发觉伏必泰都有事啦，伏必泰又打面瘫啊嗰啲啊，系咁所以咧有识之士个个打伏必泰啊，但系伏必泰咧一样引起死亡，一样引起死亡，但系好似系少好多的而且确，心肌炎啫系呢样啫，
好啦，咁而家咧伏必泰得赔，方有冇咧？唔等于有，当然冇，当然唔等于有啦。鬼叫你爱国？嗱、啊，这个问题就系啦。嗱、啊，你问我啦，唔关我事噶，我亦都唔会心凉。话你啲左仔老嘢抵死，系咪？阿米芬老大哥大佬，我啊冇影响力噶。梁米芬你大佬唔知打边只，系咪？不幸啦，又中咗啦，跟住又瓜咗啦。啊，唔系、啊，你唔系因为打针，我因为感染冇啦，感冒啦。因为打针，咁好多人系因为信你爱国，咁然后打科兴啊嘛。嗱，我好公道啊，我记得讲过啊，我讲过。你想谷针啊嘛，咪谷咯。咁你最紧要就系所有人打完十四日死咗，全部俾廿万，讲都唔讲，乜事都冇就俾廿万。系好唔系好，慢慢研究。研究到有关系嘅就多啲，唔系系唔系都俾廿万，咁就最好啦。早就应该咁做啦，我觉得。为咗要俾呢啲人去顺意去安心，不过贼婆唔制啊，肯唔肯？唔肯到而家。如果而家研究出嚟，因为佢数量较大啊，你明唔明？哦，科兴原来咩咁样？嗱，伏必泰佢俾赔俾你喎，诶、哎，伏必泰鬼佬嘢渣咁样，咁抹黑佢，跟住科兴冇事噶咁，你咪继续打咯，你咪继续打咯。保护能力较低，七成八打咗针照样死咗嘅系78%，87%，系我记住噶呢个数字，嗰张图我都留低啊，费事俾人告啊。呢个系东方嘅报道，啊唔系明报报道，明报报道系医管局，而插婆有误导，但系唔敢讲咩事啦。就系、是、咧，原来科兴系冇用，唔肯大家都明啦，国内完全冇，但系死亡嗰啲咧。开头打方死嗰啲咧，数字甚高嘅，几十人嘅，咁呢啲人有冇得赔咧？冇，因为你冇，你告唔到佢啊嘛，因为冇科学根据啊嘛，要佢哋去做科学根据，先至肯赔俾你。咁孔凡毅做唔做啊？梗唔做啦，系咪先？因为佢开头话冇关系噶嘛，依家话做个报告出嚟话有关系。外国点解有咧？外国啲唉，民间力量大啊嘛，啲民间力量自己去做研究，自己去揾专家，专家大家对专家。香港应该可以咁做。如果你嗰班政客，你就叫你班选民爱国，我好同情噶，我好相信黄嗰啲多数打伏必泰。咁如果不幸过世咧，而家开始开心啦，可能冚唪唥都 claim 到啦，因为你同一个情况啫嘛，梗系要追啦，系咪先？咁佢俾得第一单，你定都得，跟住就俾嘅。但系科兴咧，鬼叫你爱国？我又唔系想咁讲啊！我觉得唔公道嘅吓，真系唔公道嘅。你系应该俾钱佢补偿翻佢哋，系。但系你叫嗰啲黄蓝丝 KOL 出嚟讲啦，佢嚟帮你哋争取啊，唔会系咪？啊，你叫啲区议员啊帮你反映啦，叫啊李慧琼啊、刘美芬啊嗰啲出嚟帮你啊，屈小姐啊嗰啲出嚟同你讲嘢啊，唔会。你估到噶，系唔会系咪？大家明啦，唔系我屈佢。唔系啊！你话会咁，你快啲去揾佢啦！唔好话你揾我冇用噶，你揾我冇用噶，我早就公开咗噶啦，我嘅意见好清楚嘅，有你冇你，总之一打真针，十四日后瓜嘅，即刻俾廿万佢先，讲多都费事，每人当咩金佬啦，以鼓励啲人打，啊咁啊合理啦，咁我就话，咁我都唔打啦，当然，咁我唔中意嗰廿万得唔得咧？唔知，我唔中意冇呢啲嘢啊，但系咁样较为合理，系咪？唔系，你打有咩就数阿伯，你非法自己俾钱。如果唔系唔俾你非法，呢叫做诱因，你真系戆捻鸠啊！贼婆，呢叫做引诱我去打针，俾你入去烧一班，其实买啲贵嘢。我依家先发觉，原来我悭咗好多，就因为我周街揾啲铺行，又多咗行人生嘅乐趣，买嘢嘅乐趣。以后怼落唔系百佳就惠康，左紧两间都有，系咪？有啲货物唔同噶，有啲品种系真系唔同噶，但系就系得嗰啲嘅啫。原来吓唔系加顿就系即系吉百利啊，似朱古力啊，吉百利饼啊，加顿啦，咁啊嚟去嗰啲嘅啫。原来，哇！原来出去揾啊，有好多系好多唔同品种，日本嘅又有，大陆嘅又有，系哇！人生嘅零食，我依家先明点解啊？阿李阿邵家俊话得40种零食，原来佢食好捻多，我好少嘅，我唔捻食零食噶嘛。而家多咗呢啲嘢啊，讲完咗。问题就係你应该赔俾佢嘛。啱唔啱啊，你唔应该咁对啲爱国嘅人啊。
人哋爱你信你喎。呢、這个世界就咧，系我哋啲唔捻爱国、唔捻信国家嘅咧，往往系最着数嘅。有事牺牲最后，系咪？第日拱啲老嘢上去大湾区，又系拱呢啲爱国嗰啲上去，系咪？第日话哦，冻结嗰啲资产啊，咁样哦，冚唪唥冻结晒，联系汇率取消咯。啊，你哋唔准拎走啊，啲钱啊，美金唔准拎走啊，冚唪唥冻结晒咯，咁样。咁你原来唔信共产党嗰啲，全部已经好似我啲咁咯，深敲已经安排咗，唔系港币嚟嘅咁，死唔死啊？死唔死啊？你爱国啊嘛，咪拎住人民币，拎住港币咯，咁你就归功系咪？我唔系叫大家唔爱国啊，不过你爱国唔好爱共产党啊，共产党揾你笨柒噶嘛，呢个好笨喺度明系啦。仲有你嗰班政客啊，都系揾你笨柒噶嘛。呢件事就知啊，你如果伏俾大家赔。你簡簡單單一樣嘢，你嗰啲咩李慧瓊啊、梁美芬啊、屈延綿啊呢啲學出嚟就屌，一視同仁，最緊要一視同仁，就係、是、咧，科興都有得賠。咁跟住阿爺就話：科興點會有事咧？科興點會有事嘅咧？你講多聲咁，即刻收聲，撲街啦，係咪先？外國啦，等你。好，今日講完。